Poor, misguided wanderers. First, there were many, and now so few. How little you must value your lives to take a single, insignificant breath in my sanctum. I'm afraid there will be no quick death for you. No escape from this suffering. I shall draw out your ending as I see fit. Such as this, one must keep themselves entertained.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奇。一年一度的 DVD 周年庆又来了。我本来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情来看待这次的周年直播，没想到 DVD 一次又一次的推出重磅消息，新游戏、新章节、新模式，每每在尴尬又脱台前的谈话环节中，就突然丢出一个震撼消息。看周年直播，我就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DVD， 你干嘛？那事不宜迟，我们就来看看这次的周年直播官方所释出的消息吧。首先，直播里最先提到的一定是官方的不务正业环节，又开发了不少游戏 ，DBD 宇宙继续扩张。官方希望你们拿起 BE 价值，游戏出一款玩一款。国外好像很吃这一套，他们还把 BE 的官网搞崩溃了。我个人对于另一款剧情向游戏比较有兴趣，之后出了就会再推直播给各位看，欢迎大家过来。再来八周年路线图，从路线图可以看到，接下来一年里，官方预计推出四个较为完整的大更新。其中这些章节包括了三个版权杀手，目前第一个版权杀手就是我们的《龙与地下城》联动，而下一个版权章节则是在直播结束后官方偷偷释出的预告片。没错，《恶魔城》的吸血鬼联动。而最后一个版权联动目前没有任何消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只只有一只杀手的版权联动章节。这么看来，《终极战士》《玩具熊》等等没有人类方角色可以合作的章节指日可待咯。另外，为了补齐人类角色的数量，在这之中也会补上只有单个人类的章节更新，就像是艾伦醒醒、女巫等等，只有独立一位人类。这些章节里还有一位是版权联动的人类，究竟是哪个恐怖电影合作，或是哪个明星想不开跑来 DBD 受虐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从路线图也能看到，官方也会比照往年开出许多特殊模式，保持游戏新鲜度。而这次 DBD 预计推出一个全新模式，这个新模式跟以往的现实模式截然不同，就是推出一个新的游戏模式供大家选择。而这次的新模式就是大家讨论已久的 2v8 模式，双杀手八人类大乱斗啊，这对于 DBD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毕竟这样大型的游戏模式势必有不少的隐性问题需要解决，但官方勇于面对这样的考验，毅然决然还是推出了 2v8 模式，在我心中是很加分的，没有对不起非对称游戏龙头这样的称号啊。看来官方还是有想要好好做好本业的。从释出的消息来看，官方是有限制技能、插件等很容易影响平衡的因素，甚至还有改善了挂钩、地图大小等等问题。官方也表示，这绝对不仅仅是两只杀手凑在一起大开杀戒那么简单。他们预计推出团队效益来让游戏有更多的变化性，例如你选择银鬼作为杀手，当你隐形时，你的队友也会获得隐形的效果，借此两两互相影响，打出配合，这会让杀手与杀手之间蹦出更多火花，算是很好的想法。众多玩家已经想过的组合，军团加欧尼血球吸不完，皮点加比利两大电锯诊疗，欧巴加兔女整场都是我的靶场等等玩法，都有可能在今年暑假实现，好好期待7月的 2v8 游戏模式吧。再来就是这次直播最重要的消息，龙与地下城章节合作。龙与地下城是注重于剑与魔法奇幻背景下的角色扮演类型游戏，这在欧美非常的红，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桌游，因此这次的联动对于国外来说非常震撼，反观我们亚洲圈就还好，甚至有人根本没有听过龙与地下城。
我自己是没实际体验过这系列的桌游，但我多少有耳闻，而从 PTB 实际体验下来，也能感受到 DBD 这次联动的用心，地图、杀手、人类、游戏玩法等等都非常有诚意，满满的奇幻色彩，甚至感觉在玩不同的游戏了。我们一来介绍，先从地图开始。这次的新图遗忘废墟是跟残破广场同个类型的系列地图，毕竟 DBD 里最符合的地图就是这系列，搞不好骑士就是为了龙与地下城而先试做看看，难怪骑士玩起来那么鸟，甚至冰冻两个月都没人在乎。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推出新图也顺便把地图色调也改了一下，让地图看起来不会那么的血红且伤眼睛，算是很不错的改动。而新图遗忘废墟除了中间标志性的古堡之外，最重要的地下城也很好的加入了其中。我们可以从古堡走下去，地图下方，下方是以迷宫般的地层作为设计，地形复杂且处处环环相扣，这很好的诠释了地下城那令人压迫且不寒而栗的感觉。从各个场景、各处细节来看，也能充分感受到 DBD 对这次地图的用心，甚至大声的说有不少彩蛋等粉丝慢慢发现。因为这次的地下城设计考虑到巡逻的方便性，这张地图推出了专属的传送门系统。透过穿越传送门，可以高效率的来回地图上下方，而传送门是单向的，所以不用担心人类来回传送躲避追逐的问题。总之，这次地图真的挺用心的，处处都充满着惊奇。那么杀手部分，这次请来了龙与地下城有名的死灵法师威可纳，具有人形且充满邪恶的气息，正好与 DBD 的恶灵不谋而合。本身的设定也有不少可以运用的要素，但当杀手非常适合。由于威可纳是一位精通死亡法术的不死巫妖，因此来到 DBD 的世界也势必得使用魔法抓人。官方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这与他们 DBD 的宇宙背道而驰，加入魔法这一点让他们备受考验。我们来一一来介绍。杀手能力为秽恶之书，威可纳可以使用四种魔法，每一招都有各自的冷却时间，分别是法师之手、群飞坠魂、解咒法球、极速驰跃。之后我都以法师手、幽魂、法球、飞行来称呼这几招。法师手可以封锁指定的板子四秒，使人类无法互动，或是把已经盖下的板子再度抬起来。幽魂创造五个幽魂往前方冲刺，幽魂可以无视任何障碍物，冲刺期间被幽魂碰触到的逃生者都会受到伤害。法球创造一个逃生者无法察觉的大型球体，该球体会往指定的方向慢慢前进，如果逃生者碰到该球体，则会爆出杀手直觉提示，并且无法使用身上的魔法道具60秒。飞行使威可纳离地并高速飞行，飞行期间无视任何板子和窗户，穿越板子或窗户后会马上结束能力。以上为四种魔法，人类方也有反制方法。人类方的反制手段为魔法道具，地图上会有散落的宝箱，人类可以对宝箱进行互动，打开宝箱需要进行掷骰子来做运气判定，投掷一颗20面的骰子，根据骰到的数字进行结果判定，如果结果为2到4则视为失败，获得一个只有一半耐久的普通随机道具，如果结果为5到19视为成功，随机获得一个魔法道具。魔法道具可以用来对付威可纳的法术，每个法术都会有手部和脚部两种魔法道具可以应对，每个人类只能装备手部和脚部各一种魔法道具。魔法道具分别是识破法靴或是护手，对应到法师手，装备时如果威可纳使用法师手，则可以获得移动速度提升 7% 3秒。夜手法靴或是护手，对应到幽魂，装备时如果威可纳使用幽魂，则可以看到威可纳与幽魂的气场。幽线法靴或是护手，对应到法球，装备时如果威可纳使用法球，则可以看到威可纳与法球的气场。天卫法靴或是护手，对应到飞行，装备时如果威可纳使用飞行，则可以看到飞行时威可纳的气场。魔法道具介绍完毕，回到掷骰结果，如果结果为20，视为大成功，则会随机获得一件神器，分别是威可纳之手或是威可纳之眼。威可纳之手可以使逃生者获得特殊能力，处于健康状态时可以快速进入柜子，并传送至地图上任一个其他柜子，使用后会进入受伤状态。威可纳之眼可以使逃生者获得特殊能力，处于健康状态时在柜子里快速出柜后获得完全隐身且没有哀嚎声和血迹跑痕，并且移动速度提升 25% 12秒，使用醒目动作会取消此效果。如果逃生者持有神器，恶挂过后允许威可纳直接对持有神器的逃生者进行快速斩杀，收回神器。神器介绍完毕，回到掷骰结果，
如果掷骰结果为一，视为大失败，则会将该宝箱永久变成宝箱怪，宝箱怪会当场把人类吃掉，并且提示给维可纳。人类则需要进行 QTE 技能检定，成功完成技能检定则无事发生，如果检定失败则会造成伤害，伤害为健康转受伤，受伤转深度伤口，深度伤口转为濒死。可以从宝箱外观来判断是否为宝箱怪，与之互动的逃生者都会再度被吃掉并进行检定。以上是维可纳的能力，满满的桌上游戏的感觉，有法术可玩，有魔法道具，有强大神器，甚至还有宝箱怪，而且还把桌游里最有名的掷骰判定加入进来。 DBD,ED20 检定你是否欧洲非洲。我只能说我只是不擅长对付地道，但强运哈可不是浪得虚名。有看过我昨天直播的观众都知道，骰个20根本轻轻松松。强运哈在此，赶快订阅我分你们一点运气。那基本上维可纳就是依靠各个魔法来追杀人类，有赶场，有找人，反区作战也有一点。人类方则是要去翻宝箱来抗衡维可纳，因为人类只能装备手脚各一个，慎选抵抗何种效果就很重要。当然道具是随机的，也有可能翻不出你想要的结果。翻宝箱有好有坏，翻到神器爽翻天，翻到宝箱怪就要出事了阿北。翻箱之前记得多扶老太太过马路哦。由于维可纳能力复杂且有复数格，作为一个大缝合怪的代价就是操作上很困难。DBD 为了平衡性，让维可纳加上了不少惩罚。每次使用能力都会有些许硬直，而且冷却长到不行。放完一个法术要等50秒，到底想怎样？这使得维可纳的容错率非常的低，即使利用两两法术加在一起进行配合，希望打出1+1=2的事态，还是很难看见其效果。这样困难的操作真的很难达成，法术与法术之间的微操多且容错少，玩起来需要很小心。法术手只限制一下下，但缓速惊人，幽魂人类可以蹲下闪躲，而且命中率堪忧，更不用说人类还有魔法道具可以抗衡，只有飞行和法球算是合格，拿来找人赶路都很好用。反之看到人类就好玩许多了，有宝箱可以翻，还有神器可以拿，虽然有宝箱怪吃到的风险，但是又可以体验掷骰验血统，又有机会拿到神器玩，怎么可能不去翻来玩玩。总体来说，这杀手能力设定上是优秀的，奈何惩罚给的太严重，杀手体验有点扣分，冷却时间真的太长了，导致用能力都要犹豫再三，就看官方如何改动咯。我个人觉得像是人类拿着魔法道具就会降低对应的法术冷却时间，这样的设计就很不错啊，还能判断出场上人类手持怎样的道具。希望官方能重视这块，改改手感太差以及惩罚太重的问题。再来我们来讲杀手的技能，先讲没有控击技可播啊。第一个技能魔网铜条，每当人类首次消耗完手中的道具，会强迫使其掉落，地图上的道具周遭8米内会显示说人类气场。地图上的道具被逃生者捡起时，会获得浑然不觉的效果一段时间。OK， 从字面上来看，相当的烂，实际用下来也非常的烂。看起来是想要利用道具当做情报员来报位，但是人类掉的道具就不会捡起来吗？即使搭配打手，效果也很有限。八米气场是能帮多少？可能后续还会有其他搭配，但目前看下来绝对不好用。垃圾技能洗加一。顺带一提，特殊道具类我测过了，对这技能没用，想给威哥用或是抗这闪光弹之类的别想了。第二个技能黑暗狂傲，杀手的基础扩张速度提升，但是被击晕或是被照下的时间提升 25%。 你以为刚刚的技能就已经很烂了吗？为各位介绍 DBD 技能界最大的笑话黑暗狂傲，这绝对是我看过最烂的技能。与其带这技能，我更宁愿直接白板上阵。这技能有惩罚，会被多压晕 0.5 秒或是照瞎瞎更久，换来的效果就是扩张速度提升 20%、啊、封窗都有 15% 了，你这个 20% 还敢拿出来？你好歹给我个 60-80% 我才有带的价值吧。威哥的超人类翻窗条件简单，又有 40% 啊，你才 20%， 带了这招整场都要怕板，然后才比封窗快 0.09 秒，我到底在干嘛？B1 教你做投资耶，0.5 秒换取 0.09 秒的价值，还不赶快带这招技能把 B1 价值打满。第三个技能制卷惊压，每当人类在你周遭36米内惊动到乌鸦，就会获得疲劳效果一段时间，此技能有20秒的冷却。还好这个技能还算有料，不然就跟起点一样都是烂技了。奇怪，终点杀手都给烂技是不是一种传统啊？你看起点，再看看影魔。那么这个技能可以很有效的让人类伤到疲劳状态，而且实测下来效果很不错，算是除了星辰破碎之外给疲劳的新选择。除非 DBD 暗改木压密度，不然这技能一定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以上是杀手的三技能，两大烂技就不多说了，乌鸦给疲劳还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人类呢？哎呀，苦到杀手怎么可以苦到人类呢？人类技能肯定要兼具娱乐又有实用性，还要有强度的，对吧？马上来看看。人类的部分请到了吟游诗人，分别有男有女，但是坐在同一个角色，跟军团是同个概念，分别是艾斯翠亚莎和贝尔玛乌拉兹。不愧是奇幻题材，名字一定要很难念。技能方面，第一个技能镜像幻术，每当你修机累积进度达 50%， 此技能启动，你可以在箱子、发电机、图腾、大门开关附近按下互动键，会生成一个正在互动的幻象，对其互动并持续一段时间，幻象遭受攻击或是时间到时会消失。很新颖的一个技能，可以制造一个幻象来诱骗杀手。虽然近看是非常容易分辨的，战术性可能不高，但是拿来骗骗没看过的新手肯定很好玩。就一个娱乐技能来说，绝对合格，人海战术直接吓死杀手没问题。第二个技能吟诗助阵，按下互动键使用此技能，会预先投掷一个骰子做结果判定，并且原地弹奏乐器助阵，使周遭15米内所有人类都能获得效果。弹奏满数秒后，弹奏结束，会使该效果持续延长60秒，自己也能获得此效果。骰子效果如下，如果结果为1，则会尖叫并马上中断演奏后无事发生。如果结果为2-10，则 QTE 技能检定加成提升 1%。 如果结果为11-19，则 QTE 技能检定加成提升 2%。 如果结果为20，则 QTE 技能检定加成提升 3%。 弹奏被中断或是弹奏结束，都会使技能进入冷却一段时间。最强娱乐技能来了，任何角色带这个技能都能弹琴，不管是被鬼追时突然想要弹琴助兴，或是救人之前弹个琴逼咽队友，甚至更进阶的用法，让我们请教突骑小丑台哈奇底线来现身说法。弹吉他也适合提色把妹的，对啊，你可以跟妹子双排，然后那个妹子可能不懂 DVD，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说，哎，你在修机哦，哎，你看哦，我会弹吉他哦。我只能说，要把妹真的不要带来这本，有更好的选择，真的。然后那个妹就可能直接回说：“白痴，我修机啦，哈，不想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差不多 ，OK。反正横竖都是你赚嘛，他怎样回答都是你赚嘛，对不对？他骂你你也赚，他夸你你也赚，他不理你小赚。对，横竖都是赚嘛，所以这个技能神技。这个技能绝对是10/10的娱乐技能，并且娱乐之外给的效果也不错。虽然需要花15秒的前置动作，但是接下来的 QTE 技能检定都能获得额外提升，只要按到都有效果。常用在跟队友一起修的时候，你弹弹琴，或是风机时无事可做也能弹个两下。当然最好用的还是在队友水深火热的时候，在他面前汪东城开秀，不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很赞的技能啊！身为杀手的我也好想要弹个乐器啊，玛丽有只小迷啊，咿呀咿呀有。第三个技能静观奇器，当你没有任何互动且静止不动一段时间时，此技能启动。技能启用期间，你可以看到周遭18米内的发电机、箱子、杀手的所有气场。这个技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情报技能，本来官方说是没有杀手气场，但是可以看到图腾气场啊。 PDB 测下去结果相反，反而可以看到杀手，很是不错。不管是蹲在附近埋伏准备救队友，还是当蘑菇观察杀手动向，或是拿来找发电机，都很好用。而且启动条件不难，范围给的也还行，简单好用的一招技能。以上是人类的三个技能，各个都有好玩的地方或是强大的地方。尤其是那个弹琴，跟闪光弹一样好玩，已经是我人类最喜欢的技能之一了。哎，都是杀手老羡慕人类有这些好玩又好用的技能。身为多年看待这一切的我，已经麻痹了不少，只希望杀手不要有太多 bug 就好。那么以上就是新章节的解说，官方周年直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了。当然啦，不免俗的还是有提到周年活动、更多造型联动以及未来改动方针之类的。其中有提到终局斩杀系统会回归，但是只允许斩杀最后一位存活的逃生者，算是呈现斩杀用，不是杀手的战术新选择。我想我是用不太到啦。那这次 PDB 还有更新一些其他杀手的细部调整以及多个技能改动，我一样速速带过去讲个大概就好。先说技能，杀手方面控机技能再度中枪，出场率高且实用的全部下修，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紫锁、阴森拥抱、小丑角、灾祸钩全都点名，每个都是扣一点点、偷一点点的小偷，是不是阿 B？ 其中最惨的就是小丑角，直接打回被当初最烂的 20%。要说能用吗？还是能用，因为自身有 5% 的基础踹击在，但是真的砍太凶了，感觉不如靠锁击流派好一点。人类方面，幕后玩家下修，跑速改为 150%， 但人却减少，降低强度但提升使用次数，持续5秒还是在，所以还是很好用，对杀手来说也算比较好防范的。未雨绸缪，万恶的未雷人民总算下修，坚韧拔掉但是给移动加速，有效降低在杀手面前直接把人救走的情况，早该砍了现在才砍真的夸张。打头晕眩时间改为4秒，官方终于想起来3和5之间有4这个数字了，4秒晕眩应该是挺刚好的，还能继续防针对使用。顺带一提， PTB 的打头是不会因为修机而消失的，猜测是 bug， 而且打完头下来的动画超好笑，没有 bug 的 DBD 我可是不玩的哦。拜拜史诗级加强，现在只要60秒就能拜好，而且倒退进度速度改慢，方队队友赶快接手，超级夸张的改动，60秒就能拜好真的很强，甚至我觉得有点做坏。拜拜本身对杀手来说是一个无形的压力，拜咖杀手选地下室就很累人了，现在60秒就拜好便像在鼓励杀手遵守玩家，减员会更加重要，因为你放这个人机会，那就是用全场 10% 来回报你。你好不容易中断他拜拜，如果不赶快处理掉他，然后攻击技能又下修的情况下，大部分弱势杀手都得输到脱裤。而且官方还说未来会新增更多的拜拜技能加入一起做事，以后大家开场风机一定要带，不然开局两分钟亮两台不是问题。以上是技能，接下来是杀手调整。枯魔双红下修，本来双红就很强，下修还是可以玩，只是说33号化合物只给 11% 还需要带吗？感觉不如改回原本破板效果还比较实在。皮点机体加强，持续时间和速度提升，并且碰撞判定缩小，把一些插件加进去机体里，插件也有平衡，玩起来更舒服了，皮点叔叔狂喜。枪手机体加强，拉动速度加快且换弹时移动速度提升，跟皮点一样也是玩起来更舒服，手感更好。威哥满感染时缓速减半，挂上钩感染值从1开始，基本上普 A 流威哥砍死，而且针对能力下修，不能依靠满感染了，会更加需要练好威哥冲。恰吉机制调整，冷却下降，但是不能钻板子，只有冲刺时才可以钻。把无视板子的能力拔掉，但是鼓励你多冲刺操作，算是还可以的改动，只是说会更加怕板，需要带快踹去解决。工具箱改动，提升拆钩能力，工具箱本身和插件都有加强，鼓励玩家们不要拿工具箱速修，拿工具箱拆钩。那以上就是所有改动内容，算是诚意满满的一次改动，总体来讲很不错，除了杀手玩起来手感很差以及拜拜加强的有点夸张这两点之外，其他都算是很不错，看得出来官方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上面。鬼牙角的部分在 PTB 也有得到改善，预计下一个版本就能顺畅打游戏了。接下来这一年有很多内容可以呈现，希望 BE 继续努力平衡，再多用点脑。那影片就到这边啦，有问题欢迎留言，有错也能告诉我，一切改动都以正式服上架为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